大哥，要不要带你去第一院？你要去台大吗？还是去中和？挑一个吧。台大。哦，好晒哦！等一下，风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的麦吵。干嘛？叫我干嘛？麦会吵。别动啊！哇，深渊已经29等了哎，好猛啊！我昨天挂没？我昨天用挂的。静谁啊？昨天用挂的啊。深渊，你已经29等哎，我知道啊。我知道啊。我早上命你，我以为你在线上。睡觉，麦干。睡觉，麦。有人吵我 啊， 啊有啊，我去、啊、我去那边 say hello 一下，刚好热哦，我冷气开到17度好了、欸、喂等等等等，我在那天你几点啊？我在实况，你爆粗口哎、欸、哟哟一起、啊、那天几点 11.6 发了面了啊，我们在爽奔跑下吧，我先看一下哦，算了，久等，我先去赚钱好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的那个实况，你不去实况房？对啊，没有去、欸。去啊！我们在 AI 的房间实况就可以了。有人会朝前讲话，就像深渊。这样。我没说错啊，你不是突然进来？有祸事哎！呵呵，思韵能去哪里？ Oh, 来给大师看看什么叫连跳。啊、我要去哪里？去你家里啊！去真的、哦？你要来我家哦？这么好，不要来我家，肮脏脏脏！你要去家脏啊！你要对我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鞭尸啊！墙壁都对啊，拜拜！我要鞭尸。小亮嘞？小亮，小亮去哪？哎呦，鞭尸就换图。哎、欸，谁换图、啊？我刚刚在上面。我换图。我换图了。谁换图？这个、这个叫做很简单的地图。我们来坐下来喝饮料。好啊，坐下来喝饮料。坐下来喝。哎、欸，小弟，我还没有买饮料，我要喝什么呢？哎、欸，还有零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买？要，我要买。你有小亮24等啊，今天那么快。对啊，我家家要练的，21吧。我要可口可乐，24。我要喝水果汁。我什么都要。我们要坐下一起吃啊！坐下一起吃啊！我全包了，我全包了。我说真的，全包了。啊，这椅子怎么比人还大？坐下一起吃啊！来，我们最爱喝杯咖啡。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干杯！花拳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一直拿刀是要吃，是要切牛肉哦。是我。快冲、欸！等一下，黑暗过来，过来，黑暗过来，黑暗，快、啊、过来，快就对了，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咖啡要热的还是冰的？冰的啦，快吐了。好，快点走了。我要躲在椅子下，好，快冲，走吧！你们快冲，我躲椅子下，快点！我不掩护你们。哎嘿，哎嘿，你也跟着冲啊！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把墙打爆！什么鬼墙？好，接下来呢？鬼打墙！哦，水啊！虾米！啊，你丢戏啊！冲冲！你讲虾米？你爱我？我有没有？你要玩练 SF 哦呜！哎、哦欸，我 SF 又升等了，哎、欸欸，怎么摔死了？嘿，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看欢迎来到 Hello 小伙子。梦幻。谁啊？哎、欸，这怎么过、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深渊吗？这怎么过、啊？深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别人叫你。哎、欸，逆天，你是小魂吗？干嘛？小魂吗？班长。我是小魂，干嘛？逆天啊！那玩什么？你们现在干嘛？我去清空了，玩 SF 啊！等一下，别乱！玩 CS，、欸、玩 S， 玩 CS， 在玩 CS。SF 欸，这不是那个吗？谁啊？黑暗。谁啊？
哈，干嘛？你开 CS1.6 不然嘞？快点跳啦！哦，欸，我也要。等会，欸，我从12点断线断到现在。快点，大大。我吗？不是，我在说黑暗，快跳。什么事？我都已经跳到了，你还叫我跳？跳到什么？我都已经跳到终点，你还叫我跳？那怎么办？黑暗，我要当恐怖还是那个反恐？你当恐怖。快点啦，结束。你天。干嘛？从12点断到现在。哎，哪一个啊？为什么没有了？你们绝对找不到枪在哪里。欢迎来到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。哎，我刚才报第一下，你们也真的报第一。我不知道号码，我不知道我的号码。不是你开的吗？不是啊，是逆天开的。哦，逆天。啊！逆天号码，号码，号码，新增服务器，号码我不知道。IP 款，哦，我们就不知道号码。但谁知道？号码156，号码156。我不知道号码。号码156，53。嗯，拿去。号码156，53。还在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玩超人版本多少？真的啊，号码是12345678。逆天版本多少？逆天版本才三个人玩哦，没有开服啊。逆天版本在玩嘞，现在玩。逆天版本多少啦？没有开，没有开。版本没开。版本多少？没有开，没有开服。我们现在玩。我跟谁啊？哎，欸，小魂，你要帮我他们拍那个伺服器多人生存。啊，那别玩，是什么东西？小黄，还不要，等一下。版本多少啦？版本没有玩，没有开。我要先玩，我再不玩，我之后就不用玩了。没有开。版本多少？没有开。版本啦，版本。开什么？那天什么东西没有开？那天版本多少？版本一直降。版本多少？我去拿弓。啊！我这个要12分钟了，你要不要换一张？我突然没气了。12分钟？对呀，啊。我没听错。我才5分呢。一天版本多少？我还是比你们快。版本多少？我最快了，我已经在里面了。版本多少？那是你开。版本多少啦？一天版本多少？版本啦，版本。没有开。啊？什么？你说麦快吗？那这个还是这个你们要很久吗？还蛮久的。一天版本多少啦？没有开。我3分。我没有开。没有开了。但谁没有开，大大。一天版本多少？没有开。月影的，月影在讲话了。没有开。啊，难怪我们都封他了，难怪。版本多少？都没听到。版本多少？没有开。什么版本啦？讲清楚是什么游戏的版本。他是双之神。没有开啦，你要问几次？版本多少？他在叫你。没有开，他说没有开。哦，好，小亮，等一下，别说话，等一下，啊，你听。那个问版本的人是谁？别说话，你听。月影肉。别说话，你听。你自己开啊，是月影。哦，月影哦。别说话。月影好小，好小。你说话啦！不要再打字，说1.6啦！哎，别说话啦！你们别说话。11.6啦！喂，不要理他啦！哦，我别管。等一下啦！你说话嘛！等一下！黑暗，别爆啦！别破音啦！没什么好呛的，小屁孩。别破音啦！你们很吵，都一直用语音，你听我。你听我说话，反正就听他音就好，别理他。真的，你话题。第二，小心不该有侮辱性的字眼。逆天，干嘛？你几分？